傻眼，我真的觉得我超厉害的，这一锅真的非常好吃。我刚刚一喝想说，哎，这不就外面卖的吗？刚到家，现在已经4点多了，我的牛肉还没开始炖，所以很紧张。我刚去买了牛肉条、洋葱、番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就是自己心里想大概是那样做，然后刚刚稍微上网看了一两个人的食谱，就觉得差不多应该就是那样。反正我做菜都是这样啊，我就是像我看我姐的食谱也是大概记一下，然后我就会自己弄成自己想要的东西的。第一次炖。刚刚我们就是有点崩溃，因为去中立接朋友的时候就很塞，后来又绕到后站去，然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又发现我定位的那个就是没有定到，然后他现场根本没有位置，然后我们就紧急吃了另外一间火锅，然后那间火锅是不能带狗，所以我们又紧急把夜夜带回家，然后再去就大迟到这样。但是现在就可以准备做饭了，然后我今天呢还特别拿了这个牛肚，想说可以一起炖炖看。我真的觉得我超厉害的，这一锅真的非常好吃。我刚刚一喝想说，哎，这不就外面卖的吗？然后这是今天去全联还有买到牛肚，所以也一起炖。然后这个牛肉条超好吃，红萝卜、白萝卜、番茄，非常非常好吃。是你要一直顾它，然后一直捞肉末这样，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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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吃。架好了灯跟脚架，这边是布景，准备开始拍片了。星期天的早上。你也要工作哦。好了，我现在先工作，晚上才可以好好跟我妈一起吃牛肉面。昨天炖的那一锅真的是大获好评。拍完了，今天长这样，超漂亮的。自己说，今天呢就是一样是拍生恒昌的合作，但是这次呢我们就想到就是其实你们也知道我专柜买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我真的买了就是我真的有爱用的，我就会一直用这样。所以这次跟生恒昌合作，就是在生恒昌买到我的年度爱用品，就拍了一下这样。哎，我头发好乱。好 OK， 然后男友现在在看卡通。你在看什么？第九分局哦。哦，那可以 ，OK，Sorry，、okay, 那不是卡通。哦，我知道那个是很恐怖的那个，蹦恰恰那个吗？这件衣服呢，之前好像也很多人问，这个它下面是缩口的，然后上面是高领。这件衣服我一看到就超喜欢，它是 INIT 的。然后这件裤子是很久以前跟那个 Small Heels 的老板娘买的花苞裤，就因为我很喜欢穿高腰裤，所以搭这种短版衣就是非常的适合我这样。立刻要开这个蜡烛啊！我一定要开新的玫瑰，对不对？
我把它盖起来，因为我那天收到我买的加丹尼尔的。好，让我把它打开来。哦，好美哦！你们看它这次的颜色是这样，就是有点桃桃橘橘粉粉的。哦，好期待哦 ，Rose Red， 森林里的玫瑰花语会不会太会取名字了？这完全不是无聊的玫瑰味。之前有蜡烛的那个卖蜡烛的专柜人跟我说，就是他的心要剪到大概一公分以内，他才比较不会乱跑。OK， 我现在就是把它开始烧，看一下等一下味道是什么。然后我现在要先剪个片，大概剪个一个小时吧。其实虾妹到现在回来了，我还没跟他见到面，因为我就是实在是太忙。哎，这个史瑞克的颜色是之前我在 NS3 随便买的，然后我非常的不推，因为我觉得它涂起来不太均匀，反而是 Nail Holic 的我非常推。然后 Nail Holic 这个颜色啊，已经要用完了，就是几近要涂不出来，它真的很小一个，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买的话，可以自己去保养那些看。哦，话说谢谢雅漾，我收到 Amelia 寄给我的雅漾的礼物，好美哦！而且为什么雅漾这里面香香的、啊？哦，雅漾30岁了，干肌或是敏弱肌的人应该都非常喜欢雅漾。哎，它有一个长效保湿面膜，哎，我是不是从来没用过啊？哇，这袋子也太高级了吧！它是有一个绒布材质的，然后还有这个是保湿面膜，拯救干荒肌，这个我从来没用过，哎，今天晚上我来用一下，因为这两天突然变超冷，我的皮肤好干，然后就是人人都爱的雅漾活泉水。哦，难怪香香的，里面有一个蜡烛，雅漾的蜡烛是莓果味的。嗯，哦，这种就是少女一定会爱的味道，我也爱，因为我很爱莓果，把它放在旁边，下次就是直接用。这个我先收起来，反正公关品的部分呢，我到时候再一起试用，再跟你们分享。差不多剪完了，现在6:30，要跟男友一起煮面配昨天的牛肉吃。昨天男友的朋友说那锅牛肉真的非常的好吃，男友是不是？他们事后还有赖他说真的很好吃。我现在要热他加面，今天把它变成牛肉面，真的超好吃，萝卜也超好吃，牛肉是牛肉条，所以也超嫩，红萝卜也超好吃的，牛肚也超好吃。哎呦，刚洗完脸，我决定要用一下今天刚收到雅漾的这个 Soothing Radiance Mask， 他说是拯救干荒肌。敷在脸上10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闻起来跟雅漾如意的味道一模一样。避开眼周，眼周不能敷。我最近的肤况很差，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用新的那个酸类的乳液，然后我上网查，很多人一开始用它都会有爆痘的现象，但会越来越好。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到爆痘，就是下巴有一点点，可是也不到太多，但是我就觉得我最近的肤况没有到很漂亮，薄薄的一层，有一点点一滴滴刺刺的感觉，真的是一滴滴，应该是因为我脸真的太干了。然后等一下再把它洗掉，然后现在要准备把那天抽奖出来的人的礼物寄出去。那你在玩什么？宝可梦。宝可梦。宝可梦。好玩吗？宝可梦，可是已经破关了，不知道玩什么。不知道玩什么。嗨，现在是礼拜一的早上，然后我正在赶片，等一下其实已经传好了，就是我等一下要把这个片给厂商，过年前的就是要给厂商的影片就完成了，但是接下来呢就是还有自己的影片要做这样。然后爷爷现在在睡觉，今天外面看起来超冷，就是早上起来大概才11、12度，
然后我就穿了一件就是那种有点塑身的那种背心，然后再加上一件这个外套，还有另外一件外套，这样就没想到超热。就现在外面已经出太阳，台北出太阳，然后20度，超级无敌热。我现在在上传影片，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再剪今天晚上要上传的影片，就是这一支 vlog 假日的 vlog 这样。然后那个牛肉面，很多人问我就是怎么做，其实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做牛肉炖牛肉，红烧牛肉。我没有做清炖，是因为男友比较喜欢吃红烧，然后我也没有去买那些什么新香，那不叫新香，就是香料，我也没有去买那些东西，所以我就是就地取材做了比较简单的红烧这样。然后我是用番茄去炖的，加辣豆瓣啊酱油什么，然后萝卜去熬这样，反正非常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它真的超级无敌简单。我建议大家想做什么之后先上网 Google， 像什么 iCook 啊，或者是什么母士流啊，詹姆士的 YouTube 啊，或者是阿基斯在那个情男大厨所煮的那些东西，都其实真的都非常的简单。然后这次我牛肉我也是稍微随便看一下大部分人的食谱，然后我看看觉得大家的料都差不多之后，我就自己就是想办法去弄了一个煮出来，就煮出来居然就是大获好评，非常的成功这样。然后今天我跟我妈也要把最后的那个一点吃掉，就是晚上当牛肉面来吃这样。我现在呢要先继续剪影片，然后等一下去买个中餐吃，我现在肚子真的超饿，现在已经12:03，但我的片还没有剪完，所以就是等一下剪，我快成功了。结果订了那个汉堡王，然后这个汉堡王我等了1个多小时，因为他们就刚刚他们还有寄简讯跟我说，就是外送员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会比较晚一点点这样子。辛苦各位外送员们，就是让我们在家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叫外送，真的非常的开心。好，我现在要吃饭了。蛮好吃的。我大概一年也不会吃一次汉堡王吧，刚好在我姐这，然后姐家附近离汉堡王很近，很近的意思是骑车大概15分钟。嗨大家，我现在又是一个厌世的人，因为我现在这边的眼睛我刚刚一直在流眼泪。就我来我姐家这边只要待太久，我的眼睛就会大过敏。因为猫都很会掉毛，我每次到要回家的时候眼睛都会超痛，刚刚一度是已经有点张不开了。然后等一下去用水洗一洗，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小鹿现在还在睡觉，他今天超欢的，但也很可爱。他现在就是到一个时期，就是他什么都不要你弄，他要自己弄，可他又不会弄这样的那种欢。话说那天有人问我这个杯子是哪里买的，我看这个 logo 它应该是伊莱克斯送的赠品吧，就是那个家电品牌的伊莱克斯，应该是赠品吧。我纯粹是因为它这个刻度才拿的，就我现在就是这个杯子我都是用来装咖啡，然后这个就拿来逼自己喝水。像我今天才喝1000cc，够，等一下再继续喝。大家再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你们明后天没有要看我影片的话。拜。在干嘛？爸爸爸爸。你是想摸斑斑夜夜吗？哎呦跌倒，轻轻的啦，夜夜会生气我跟你说。跌倒跌倒，爸爸爸爸。